一个水果，然后呢干十二个小时啊。好。嗯，行，快，嗯，你看好他们啊，你洗去，嗯。哎，你等一下打到我了，你懂了没有？没有，有点困啊。你天天上班都睡觉的吗？你这个保安经理是怎么当的？昨天晚上出去玩了一下。哦，你这个保安你还天天出去玩哦？我也有点晚啊。你天天上班的，你睡觉的，你这个月的工资没有？没有扣那么多啊，扣那么多都不是白干了吗？你白干是正常的。搞个桶，等我把裤子掉掉了哦。那你丢吧。哦，还行。哼。什么？不烦。哎呀，口罩给我过来扒水果。等一下。过来扒水果了，吃了没有？现在过来给你们扒水果了啊！每个人都有份。来。等一下。把兄弟们全部排好队，我给你们发。把后面那里排好，排队会不会？快点！对啊，排好队。排好队啊！这啥？水果啊，有啥没有啥的，李三，你不要动。你来啊！不要讲那些废话。排好队。手累了。排好队了，这里怎么那么空？排好队。今天晚上意外的惊喜，我给兄弟们买水果过来吧。那不是意外的惊喜吗？你帮我拿着呢，我不能别人帮我了，让你把我搞坏了，我没的东西靠别人工资。开始发了没有啊？我饿了。等一下，我跟兄弟们讲一下，今天呢就给大家发水果，看到了吧？你到底发还是不发？每个人都有份，有你要发，快点啊！发的猛啊！不要着急，每个人都有的嘛。那你发还是不发？快点到来！哎呀，我要从这边开始。那你干嘛不从这边开始？再不从我就抢了。不要着急，老在工人长得帅他要想了，他个子大。三哥，嗯，我最近嘛，你不用跑出来，是不是？是吧？哎呀，这么多呀！哎呀，快点给我，这么多，耶，就一颗，一个慢慢发吗？全部给我的吗？一个慢慢发，你那么紧张的干什么？都发一个了，人家打这个弄进来干嘛呢？喂，别把衣服搞脏了。再发一点都那么小。哥也拿着，兄弟们发水果了。喂，等一下，拿到水果了，等一下嘛。这真正的意外了，是不是？这么快，过来，你们才一个，一个慢慢爬，就一个，一个慢慢爬嘛。哎，这么小，九哥，够塞牙缝啊，那么小。很好吃吗？这个是不是很好吃啊？别动了，兄弟们了，我告诉你们了，发了水果了呢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没好事的。那你这些水果是干嘛的？我跟你们讲，水果你们拿到手了。现在我跟兄弟们讲一下，今天有个老板说要我们全部联系，帮他干一下活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哎呀，你问多少钱干什么的？反正去干就可以了嘛。我钱少了，我就不干了呀。没钱，我谁帮你干活？我跟你讲，拿点水果去吃，然后帮他干一下就可以了。哦，那我不要。给你，汤米。不要这个，就这个拿过去吃。不要。哎，这个不能碰。汤米，牙缝都不够塞。啊，上班不可能。不要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都不信吗？我没有，170一天啊，170一天，有水果吃，你们不去上班吗？我水果要170。没有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这个老吴已经吃了，还要去？我看到他吃了，去了一个，但是我不知道要去干嘛。吃过的人要去上班的，
我看到他吃了。你吃了水果要去跟我干吗？要不然你就吐出来。喂、啊，喂，喂，我要吃了。他吃了。这个大冤种啊！这个吃了要放多久？要干12个小时。还好，还好，对，对。还好我还没吃，我还好是拿着问清楚一点，我下天我就把它吃了。你们不干吗？不干不干不干。一个，那你们不干，我把水果拿回去了。拿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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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拿去拿去。哇，买水果过来给你们吃，然后叫你们去帮忙干这活，你们都不去了。出去了，我们不去了。老黑，来，我帮你，那么辛苦。哎呀，老何。你去了水果，你跟我去。12个小时，加油啊！嗯，连接好干，好干。不要动手动脚了，有几个？你们把设备交给我。我干嘛还想吃水果？老板，你哥，你不要跟他睡觉了啊？嗯，好。老板，全是干12个小时啊？哎，好，12个小时啊！你要干谁？我问他，我去。给两个我就去了，24个小时。来，给两个给我就去了。嗯，我再一把这一包给我。那你先去干，我再回来再给你。哦，两个水果骗你啊！你先去干2个小时，再回来我再给你。水果我会去的，你拿过来，我马上就跟你走了。没有，你先去干完回来我给你。你刚刚都先给了，干嘛现在我说去了，你又要回来再给？老王他吃了，他再去啊。那你拿过来，我现在吃，我马上跟你走。没有讨价还价的。没有的，我不相信你。拿个破龙眼叫人家干活，你那边去不去？我去啊，去那就走。嗯，一个水果，然后呢干12个小时啊。好。嗯，行。废物。你看好他们啊，必须的。嗯。